较好看，还是有问题。马上平行以后就到这里。两副板都有一个它的形状。完全你刚才说的，我们这边有一个按钮机关。完全组装以后，这边有个按钮开关，按完按钮开关去放板进去。昨天我们上班装就是这样，啊，就是现在的啊，可以马上进到机身机这里，完了以后马上会放到三十八，马上机身四层以后，四层满满了以后，我们要在前面进行另外的选择。这上面一二三四五六层是老化，一二三四五层是老化的，下面一层是反板的，反转板。它放板是有多大的放板？不是，是三层。